下午呢，我要去我兄弟家吃庙。现在是中午啊，然后我要把家里这些小动物全部喂饱了，下午再出门。这样我先去喂那个鸭子啊。今天早上包有粥，那小鸭子比较小，还是给点粥要喝好了。等一下，我拿个勺子。他喂点粥啊，那个鸭子、啊。刚好回来了。